近日，正在热播的古装玄幻题材大剧《玄门大师》曝光了一组裴子天的最新剧照。剧照中，裴子天饰演的闯镇少年铁狼，眉头紧锁，眼神冷冽，青春荷尔蒙满屏炸裂，剑拔弩张的画面令人热血沸腾，剧情紧张感扑面而来，燃魂之战似乎一触即发。据悉，裴子天饰演的铁狼将在《玄门少年降妖救世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。更多惊喜，请持续关注《玄门大师》，期待裴子天的精彩呈现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